数字一到十的文白音。大家好，老师今麦要甲大家喜欢的是数字一到十的文白音。伫遮，老师特别甲大家说明一下，咱的红色的的数字，即几个一六七八十，即几个咱拢爱读像华语的。最符合的的轻声读短促的短短的声咱台语是很特殊的短促声这个部分，而且咱的这个七数字七它的文音跟白音的读法只有一种，只有读作七。好，来等一下老师会一个数字会带大家读一次，大家爱真足听。还有咱的十这个部分，十这个字尾有 P， 这字吼，咱的嘴爱合嘴音。后来，即马咱来看这个一，伊有两种读法，顶管是文读音，下底是白读音，就是文言音、白读音。后来，一生只爱一个人。一生只爱一个人。二二两二十年赚两千万，二十年赚两千万。三太子跳三分钟，三太子跳三分钟。四四四四心汤食四碗公，四心汤食四碗公。五五五五专爱读五当句，五专爱读五当句。六六六六合彩签六千块，六合彩签六千块。七七七七里香在七甲地，七里香在七甲地。八八八八仙过海八点半，八仙过海八点半。九九九九如香正高赞塔，九如香正高赞塔。十十十十二路口十只狗，十二路口十只狗。